哎，大师，大师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别动啊！别吵，别吵，本大师正在用我的神通帮你打通你的这个任督二脉的这灾难啊！别吵，影响大师发功。哎呀，哎，行了，通了。美女，行了、啊，以后保障你的财运呢、啊，你的爱情啊，还有你的姻缘呢、啊，还有你的个命运呢、啊，绝对是一路亨通啊，畅通无阻。这样子是吗？怎么样？那么感谢你啊，大师。哎呀，救人一难呐、啊，胜到七级浮屠。美女，这要多少钱？哎呀，这本大师呢，从来不讲钱，讲的是缘。既然你我有缘，就给100元吧。给100元是吧？哎呀，看你大师这么灵，我给200你。早知说300，哎，行了吧？那我走了啊。哎，以后有什么行不通、走不掉的灾难，交给我，我帮你处理。好的。嗯，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有人。早知道叫多点。算命啊！本大师呢，从小得我智障，但是传我一身天眼通，上能知天文，下能晓地理，无所不通，中间还能算狗子运，不，中间还能算命运，算命啊，算命啊！美女，送到长沙了。啊？嗯？在说我吗？这里除了你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那个松胶不缠身缠哪里？那个人讲的什么话？此言差矣，美女，本大师的讲的是